北京时间今天凌晨，在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又进行了七场比赛，其中我国选手唐毅在女子100米的自由泳项目当中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。在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，我国选手唐毅发挥出色，后程发力，依靠在后50米的表现，以53秒33的成绩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。荷兰选手克罗莫维德游泳以53秒00获得该项目金牌。